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绝对还 DM 嘅。好，咁你上次你讲到打完呢一个馆主，咁而家翻到嚟大港社咧，塞住咗个洞穴嘅。睇嚟大港社都受呢个某啲金属音影响咧，逃出呢个山洞啊嘛。好似山洞入面有嘢啊，小哥尽量唔好伤害佢哋啊。交俾你啦。好，系咁跳。OK， 好辛苦晒啦。我先喺度睇睇先，等一阵再入去，你入去睇啦。小心地形复杂，即系我入去先啦。OK， 有几复杂啦？好，哇，好复杂喎条路，系啲人好复杂。嗱，你点解都入到嚟噶？大哥死，应该会挡住条路噶。咩人嚟噶呢啲？我新组嘅，唉，而家已经唔系我对手啦。打啲大针锋线啊，教细声啲先，好嘈啊。好，呢度用剑王先。放火果，哇！飞喎，用打我大阵风，呢度水之波用打飘虫，哇！呢度个打，吓、啊，哇！吸得多啲血，我大镬冇乜，佢飞人系嚟嘅，都几危险啊！不过唔紧要啊，一下车睇佢，狩猎风力吊车。好 ，OK， 哎，我只嘢死咗，抗火果偷啲垃圾翻嚟添，唔十五厘喎，下呢边，哇，小火龙喎、哦，小火龙呢度有，但我唔想用小火龙，呢、這个咩？哇，呢、這个沙漠蜻蜓喎、啊，呢度冇用，孤流流，好 ，Go！下呢边。即系话就系嗰啲新组嗰啲嘅训练加入咗嚟啦，搞事啊咗嚟，哇！小火龙频密出现喎，好啊！我谂起黑白嗰阵时咪有个咩大量发生嘅，而家真系大量发生。好，呢个阻碍妨碍者嚟喎，新组偷你嘢啦，正犯 good， 偷件神嘢。嗱、啊，而家小偷就系用呢一度用啊，偷晒啲训练师嘅嘢。偷嘅嘢买嚟攞 ，OK， 要检社都检查睇下自己有冇带咗嘢，啲嘢可以发出啲金属音嚟侦察。孤流流唔得，嘥时间。這個、呢个咧，喂，冇几日做紧嘢啊！好龙弟弟，王者之证、哦，佢想点啊？哇，屈机谂住发变怪，偷得，哇唔好啊！喂，冇啊，会死噶，我真系，真系死咗。呢度水之波龙，哇大镬，升级变化，升级变化，哇，黐线嘅，唔知力量，魔法叶片，魔法叶片，我喺度过我防死仔爆，费事行出去啦，用重生药啦，之后用呢、這个。是不是有支奶喎？定系已经用咗啦？支奶用咗啦，应该唔紧要啦，好伤药啦。王者之证，打埋呢、這个。我哋新组嘅成员嚟咗就为咗揾呢个铁钢铁石板呢个仪器，可以发出咧特别嘅金属气，但系咧带嚟副作用啊。但系钢石对呢啲非常敏感，不过好快就可以揾到呢个钢铁嘅石板啊，有咗佢哋就可以减少。总之系佢揾嚟咧，系因为阿尔宙斯需要呢啲石板啦，因为佢有石板就可以转换属性、转换形态啦。佢嗰个嘅，即系佢说明解说度。好，马里路，其实呢啲好似都冇嘢可以偷。呢度，哇，大路比要偷，大路比都系冇嘢偷。瞓嘢先。喂，呢度冇路行，即系呢度啦。向下睇下先，向下冇攀岩嚟嘅呢啲，呢度都系冇嘅。开翻我喇叭先，喷雾消失。呢边唔通？哦，系啦，呢度嘅应该。诶，唔系呢边喎。死人点行呢？应该
哦，原来呢度有一出头，黐线，我睇唔到，唔好意思，眼残。喺度埋伏仲好啦，无聊咁等。哇，好似好劲咁，森林蜥蜴啦呢度。之后用原始力量打白怪，气息腰带，黄特双果，头特打森林蜥，啊唔系头特打阿白怪啊，光合作用。哦，我毒尾，玩完啦。最憎打双打，所以我最憎打啲咪死人双打。加工喎，想斩死我，再嚟先。原始力量打森林蜥蜴 ，good。火岩鼠，哇大镬，火岩鼠就，唉死咗，好，一击打死佢啦又。索要打森林蜥蜴之后，哇唔系，森林蜥蜴会打死我只。呢只泥鳅转大菊花啲，我就估到啦呢度。头特打森林蜥蜴，原始力量打阿伯怪 ，good。特伤果之后呢度头特打火岩鼠，原始力量打，回咗去先。哇唔好死啊！回血回血回血，冇，回血回血回血。哇死咗队友都唔紧要。哇呢、這个黑古龙头特打黑古龙，呢度放泥浆板啦，阿法怪。哇流星龙星群，火苗打哈黑龙，跟住用泥浆爆弹阿法怪。好，毒雾用啲波龙挂咗柴，健忘先。亿万吸收，哇好在我开得一次啫，呢度开迟少少都死嘅，哇压死啊！哇冇啦，要挂柴啦，打唔入去，再嚟个，最惨系我减咗攻击喎，原来一开始嗰只咁嘅死人阿法怪，唔紧要嘅。头突森林蜥蜴，原始力量打阿法怪。喂、欸，黑黑龙、黑古龙先，咁打黑古龙先咯。哇，死咗一嘢，唔好意思，一嘢秒咗佢。回，毒味头突打火岩鼠 ，good。今场 O K 喎，唔差。原始力量咩绝招啊？花舞。花舞啊，其实都唔使用啦，唔要呢只都唔系劲，老实讲，佢嗰啲咩特殊能力，即系佢特攻又唔系高。好，搞掂，终于搞，偷我啲咩啊？特伤果咩噶？咁有感叹号，好呢度有得出去，又打，我就估到啊，呢度又打多次。呢第二俾我哋封锁醒你咧，唔好嚟搞搞震，冇办法睇咧，只可以将你快速消灭。哇，系偷咗只比比利先，呢度用随机波动打，啊唔系，又要走呢度，对面嗰只麻烦嘢，系啊，亿万吸收，力量香草，头突，十字剪，打死派拉斯先。哇！包子，液态美，缓重，呢度用魔法叶片，好在走一次啫我，跟住呢度用震级变化，用魔法叶片，杀 ，good， 好，水之波动哪里？啊唔系，其实应该可以用嚟将矛弹，跟住呢度就用光合状。哎哟，信号光速影分身，水之波动，跟住光合状 ，good， 水之波动打佢之后魔法叶片，慢慢打赢佢就，哦，仲还埋添，太好啦，搞掂，点啊嗰度，
按照呢个进度嘅搜索，应该好快可以揾得到。我好等住啊，用我整出嚟嘅仪器咧，肯定可以探知到石板嘅具体位置，对吧？明白，但系终于揾到啦，钢铁石板啊！得你咧同装置探测嘅位置有些误差，不过都系揾到，做得好，收拾嘢之后准备翻去。系，好，点解会嚟到呢度噶？你终于赶上啦！话是话系你哋做出啲奇怪嘅金属音、金属音咧，令到啲大钢蛇走出嚟。点解要咁做啊？呢一个咪馆主麦金小姐先自我介绍，新早训练师，一场误会，只系揾紧嘢啫，冇做啲咩坏事。咁嗰啲声波系咩啊？恐怕因为我啲机器咧对呢个矿物质有反应产生啦，有协议，不过我哋已经揾到噶，所以已经删咗个机器。呢啲人啊，仲用暴力阻止我入嚟，关于呢一点咧，都对你有呢个道歉嘅。佢哋系咪确实有啲偏激？不过佢哋只系惊有人咧影响正常工作啫。有冇余剩快啲执嘢走啊？系。咁啊，五辈先行告辞，即刻走晒。好，入翻去啦，大钢蛇。大钢蛇翻去俾你睇，攞走晒。不过咧，我觉得咧有啲违和。虽然听头先嗰人讲咧，唔认为佢做坏事，不过有啲唔啱啊，都系。不过多疑，有准备卡吉阵啦。呢、這个古漏老人嘅兵非常厉害。寒冰通道有好多嘅训练师，即系呢度啦，系嘛？哇，真系难缠啊！火箭兵团。将捉到的水军炎帝雷公通通交出嚟，睇嚟咧有必要咧令你受到苦头先得。哇！化石飞龙又杀人啦，呢度开始同上之前嗰一样，又攞嚟杀人。哇！你都扮得几犀利，唔使急，下一个就系你。好难先唔系食斋嘅，尖嘴龙，好唔够打喎。火箭兵团嘅干部啊，都系呢程度，我神兽都未用喎。好、哦，话是话大量嘅红色鲤鱼龙出现都系你哋做噶啦。我记得你哋基地应该转移咗噶。啊，唔系，应该系话呢个系 K 实验嚟噶。呢、這个唔关你事。哦，算啦，俾个忠告你哋 ，K 咧非常痴线疯狂啊，要小心啲啊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哋都可能成为 K 嘅实验品。我哋火箭兵团即系火箭兵团嘅嘢，唔需要你喺度啊讲啊。随便点谂啊，冇把握大嘅火箭兵团完全同我冇关。点解咁执着呢个板木大人？有啲嘢你唔需要知道。哼，我哋走。只话咧，关于凤凰嘅调查正咧，差唔多准备捕获啦。OK， 呢个训练师好似喺边度见过，算啦。低人，哦，我哋系路人嚟。哇，唔知点解每次入见咗我都有种恐惧。OK， 入边有人揾我。寒冰通道好似系右手边，我记得。哇，做咩呢度？哇，呢八卦阵嗰啲啊，定系包围网咧？究竟呢个2466个训练师围住一个精灵球系咩事咧？系何等嘅好宝物咧？中间嗰个有啲好奇添。特工老师亿万吸收咩物工双刀流呢啲？喂，小银哦，我冇谂到佢居然连你都嚟到呢度啊！唔通你唔明白我讲咩？都难怪嘅，边个叫你咧咁冇洞察能力嘅，观察人哋咁屎，赢咗我咧，话俾你听无妨。M K 仔啊嘛，扭拉唔偷，咪又系嗰啲咩铁甲暴龙啊？铁甲暴龙应该都系果实嚟嘅，偷先。哇，冇嘢偷。哎呀，我原来仲有嘢喺身啊，力量香草未执走啊。呢只先，水之波动。鲤鱼龙，二王先，哇龙帽，大镬呢度，唉，用岩石机打佢呢度，哇，好狗喎，冇啊，打赢佢，我又结冰真系，好嬲啊，而家见到结冰就，我觉得，哇输啊，输埋，我有唔同药烧嘅家伙打。你好彩呀，你同你讲，好，今次第一波我偷咗扭奶嗰个道具先，一嚟就偷咗扭奶嗰个，王者之证嚟喎，铁甲暴龙用地震鲶鱼啦，水之波动，哇，黑色腰带，鲤鱼龙大菊花，一只车过嚟，好。
我加两次喎，加我两次嗰啲全能力，即系变咗两级呀。难忘，吔屎啊 ！M K 仔想赢我，系输咗。好啦，话俾你听，呢一度系情报屋，点知真正嘅主业咧系贩卖情报嘅，佢有庞大嘅情报网。我嚟呢度就系为咗攞佢情报，当然咧冇暗号咧唔会卖情报俾你。知唔知暗号？暗号系咩啊？咁，你真系想话俾我听？我凭咩话俾你听？自己揾啦。哇，好大口气嗰啲 M K 仔。好，咁我唯有自己揾咯。咁我唯有自己揾咯。OK。好，不外乎都系问嗰啲友啫，系嘛？有几难呢？暂时没有了。哇，好串喎呢家嘢，到此为止啊。所以呢个更多情报再嚟问我。仲有啲声啊，其实咧假牙唔适合讲嘢先会漏风啊。想买啲咩啊？有咩买啊？哇，珍贵球。我呢个买先，呢个球咧，知唔知咩先会用啊？官方先会用嘅呢个，官方嗰啲嘅宠物咧先会用红全红色再加白边啊，系咩边啊？唔记得咗，唔好意思，再睇一睇先。系咩啊？啊，你话黑色啊，红色嘅外壳，跟住再加个粒掣隔篱嗰啲线条咧系黑色嘅，咁呢一个就系官方特定嘅珍贵球。咁就係嗰啲咩配布啊官方嘅宠物先会用呢个球嘅啫。欢迎光临，想要啲咩啊？做暗号。咁你殺唔殺币啊？係我殺币嘅，我唔需要殺币喎。咁唔殺币囉。欢迎光临，想要啲咩呢？嘩，冇钱买唔起情报，要钱啊情报原来。新组嘅情报啦。新组呢啱啱成立冇几耐嘅组织，里面呢主要嘅成员呢基本都係精英训练师，仿佛呢都係正统嘅训练师组织啊。招嘅人咧，基本上都系有啲实力嘅后生仔啊！目前咧揾紧各地嘅石板，暂时冇呢个大量社会危害。目的咧，大概咧多多少少都联系到啊，同呢个艾尔宙斯遗迹有关嘅。好需要啲咩情报？干部情报。哇，咁多情报！哇，呢啲咩人物嚟噶？我点解可能记得晒？新组首领，至今咧我四人都未搞清楚，除咗干部之外，冇一个新组嘅成员见过首领，佢系边个？至今我都唔知道。阿罗马。好，专注研究精灵隐藏力量才能啊！地太降系话佢系受呢个冥王嘅邀请加入新组嘅。冥王咧咁，冥王干部原干部，银河团嘅赤之所计划失败之后咧，冇好似其他三个干部一样被捉，逃到成都。喺个情报网咧冇冥王嘅交战记录，不过咧冥王逃到成都地区冇耐之后，新组就成立啦，即系佢起啦，咁即系话冥王有机会系首领啦。好。睇埋火箭兵团先，火箭兵团一年前解散咧，又被四个干部重新组织。成都、关东都有活跃行动，貌似喺黄金市咧嘅火箭兵团活跃程度较高。左国叫 K 嘅，因为咧将火箭兵团成员整体常识所以提升为新干部。据说咧呢一名干部曾经系学者嚟嘅研究所，因为过度开发精灵黑科技而受到其他学者排斥，因此咧离开咗呢个研究室。好，简单啲嚟讲，都系啲情报黑历史情报。其实冇咩特别，我唔系想知条诶。喂，有呢个希塔，呢要去愤怒湖啊！但系咧，通往咧被口袋委员会封锁。据说因为有大量红色鲤鱼龙咧，引起咗外界对事发原因嘅各种猜疑啊，所以咧封咗佢啊。派出嘅研究人员同埋请来嘅相关学者咧调查原因。据说咧，连关东嗰啲大木博士啊都嚟咗啊。不过谂住去愤怒湖咧进行呢个精灵捕捉，睇嚟都系冇用噶啦，非研究人员禁止进入。而家我只可以咧，只能上到别的生态地捕捉精灵同埋考察。拜拜，黐线我咪研究人员咯，即刻冲入去先。哇，边个？呢个咪嗰个钻石啊？啊，点解唔俾入啊？唔系旅游胜地嚟咩？唔好意思啊，我真系按上面嘅指示做啊。后代委员会咧未查出呢个原因之前咧，恐怕咧所有人都唔入得。好，我想入粉到湖，但好似有啲咩发生咗啊，已经挑战咗道馆啦，话唔定通过就諗到打咩，去边一度偷我哋先啦、啊、你。唉，又唔记得放到佢喎嘛。王者之顶。偷得。猛火猴。嘩，犀利，一嘢撞死咗佢。嘩，好劲啊我啲嘢。唉，都係死咗。嚟张猫啦。嘩，瞓觉。阵级变化。水之波动啊，晕咗，增级，增级，增级，水之波动 ，good， 得零蚊，好劲啊，已经进步到咁嘅程度，睇下又要加把劲啦，系啦，
都准备到伊密斯挑战道馆啦。咁我下一个目标就系伊密斯。我连呢个道馆都未打，我去咩伊密斯啊？哇，又变咗新个人物。睇下训导湖系咪真系唔入得？我想捉鲤鱼龙啊！不过唔系喎，鲤鱼龙要几多叻先学到龙舞？哎呀，唔俾入。好，咁冇计啦，唔入咯。冰系，睇埋呢个先，呢个系攞命噶。咩话？大地之力啊，特攻向啊，四个黄碎片，特攻向 ，OK。咁啊，迟啲先咯。诶，做咩啊？哇，小纯啊！不过呢个馆主好似去咗冰之隧道修炼啊，可以嚟打场战斗，要快100。哇，我未得啊，大佬，又打。哇，会唔会输？输咗都好，其实打输唔输到啦。哇，应该唔会输嘅，我谂。哇，佢个岩石风麻烦到啊！好，呢度地震连鱼用，即刻变化。哇，吸收，走。魔法叶片，岩崩，自我再生，车死佢啦！圆形话话 ，good。哇，果然唔会俾我罚钱啊！但我相信咧，我会更强啊！我潜力股嚟啊，输嘅就系你，有几潜力啊？即刻掉咗王者之证先，压住我个位，浪费咗我偷嘢嘅机会。好。真的不在咩佢？咁我打住雀仔先得唔得？得嘅应该，即系冇错啊！扭把咧去咗冰之洞穴，唉，麻鬼烦，又离开咗。买粉老馒头，哇，咁贵2000蚊，想睇睇鲤鱼龙之舞蹈，哇，好恐怖呢度真系，唔知咩宗教仪式，大佬成班黐线癫咗咁样留喺度，好。咁你下集翻嚟就继续翻剧情啦，去冰之洞穴咁啊挑战嗰个道馆，因为佢去咗嗰边嘅。咁你下集翻嚟再见，拜拜。